昨天是母亲节，不过呢，对于资深艺人朱慧珍来说，这是最心碎的母亲节。艺人朱慧珍的女儿朱安杰在母亲节当天跳楼身亡，让妈妈非常的心碎。下午，朱慧珍再度崩溃痛哭。而根据了解呢，就在事发前这4个小时，朱安杰曾经传简讯给朱慧珍，祝她母亲节快乐。另外还说呢，很想妈妈，很想抱抱你。没有想到呢，没有过多久就走上绝路。